诺诺，需要救。各式精品，随意挑选。武士战卦，一群傻子，找了镜子。即将开始，别在此处逗留。哇，灵呀！协商大典开始前，谨记不得往内城移动。身入一切动静。齐饶大典即将开始。有了这把柄，各式坚固耐用的工具，应有尽有。往前站，往前行，惩治他们来。因为齐饶大典，所以客人很多，生意好上了不少。刚刚那盘烤肉实在太好吃了，跟咱们家乡一模一样。体态庞，这可是盘荣最喜欢的店家，当然合我口味。必须尽快向夫人报。别跪着吃灯，我可是好久没看见。加油添醋的传说法，甭当真。翻腾呀，眼看就要掀起。弟兄都是我们的人物，都是难得露面呐。帝君之人小人，以前无论出身，也经常听君表示。大典快开始了，你要不要去？从天而降。你看店里忙成这样，火国又请使者拜访大巫像，人被拒之门外。都是他们逗了你，还请您先随意走走。困扰的，陶唐。在迎接皇子之前，体态庞，摔一下，我都招呼不过来了，哪能抽身啊？说的真好，黑胶，生意好也是困扰的。再也无法作乱。是不是要开始了？不错，我们也快点前往龙庭观礼吧。
放肆！是气血，保护帝君！以其地，你没有资格成为九州公主。帝君，没事吧？可悲的人啊！既然您是，那就一起共赴黄泉吧。大将军，我们来助你。你的身上那是被禁，为什么你会悲伤？对神灵，只要你愿一起一戏。不，神和人多指教，还有时间。多
问你，希望神灵和人能好。去吧，玉笛，诸神。必须阻止。怎么样？臣救驾来迟，请帝恕罪。摄政王，你来的真是及时，只是没想到还是让贼首逃逸，在下实在失职。他就是摄日王，神将大义。诸位是？这些仗义之士方才救了我的性命，以协助大将军保护帝君。兰香多谢诸位救命之恩。没什么。原来如此，诸位可真是帮了大忙。但是我们可不能就此松懈，气血之首逃逸，此时定还在城内与余党伺机而动。韩荣，传令下去，全城封锁，搜出余党，此人我要亲自缉拿。是。帝君，今日场面混乱，令帝君受惊，请帝君与神巫立即回宫，以防贼人再次发难。啊，一七弟走掉了。摄日王，请让小民略尽绵薄之力，一起捉捕刺客。这事我也擅长，只要之后别忘了我们的好处。能得诸位义士相助，自是再好不过。随我一起来吧。真是多管闲事。云兄，此举虽是为了帝君，但也是希望不要有人因为刺客无辜受害。有完无道。神医。看你们的装束，小心，切勿轻。就擒吧。
多谢义士相助。为了帝都百姓的安宁，抓刺客！有劳诸位义士。是小民飞星，我是望舒，他是神医云清，小妹妹是西雨。神医云清，原来你就是朱二十长提及的，居然如此轻敌，尝尝我们气血的决心吧。请多指教。臭小子，别碍事！请多指教。配合守卫大哥的指示，先往原力搜捕吧。抓刺客！失礼了。伤势真严重，这刺客竟如此狠毒。属下失职，让大人受惊了。怎么回事？文区域已确认安全，确认安全，请往别处走，请往别处走。失礼了。
招。来的正好，我们就算死也不会屠戮，必须阻止。别小看我。东平祭台守备森严，他们是如何混入？不是这里，刺客往另一头去了。必须阻止！怎么样？请多指教。去了。
为了帝都百姓的安宁，多谢叶氏相助。里面很危险，请大家稍安勿躁。秦玄，不是这里，此刻往另一头去了。不是这里，此刻往另一头去了。秦穰大典竟是这样收场。 堂堂的国运救济，让那带来不祥的神物出来负责。狗子，有没有人看到我家狗子？多谢义士，好险！为了帝都百姓的安宁，有劳诸位义士协助，守住高路口。 小兄弟，有劳你。龙天祭歹守卫森野，他们是如何混入？好险，不要害！多亏神灵护佑。 贼首还不伏诛！亚父，莫伤灵儿。以其弟的狗命，来日再去。
好狡猾的贼人。多谢亚父手下留情。林河多谢摄日王。珠儿，你今日怎么会前来帝都？我原要携灵儿向父上请安，未料一时大意，才让贼人有可趁之机。我这就率人追上，来日再来请罪。摄日王，小民也去协助捉捕贼首。不用了，此事就交给珠儿吧。哈哈，小兄弟，方才看你使剑，似乎还结合着独特的步伐，不知你师承何处？小民祖公为鸿剑将军。鸿剑？你是风铃军的后人？是，大义神将赐给祖公的飞灵弓，一直是我们的骄傲。难怪你方才出招的进退行止有些眼熟，当真是后生可畏啊。相比之下，我现在却连一个刺客之手也拿不下，看来活得久了，本事也就越来越差。不，大义神将，你当年为苍生来到人界，设九日除六凶，一直是我们陶唐九州的英雄，这么多年来从未变过。哈，这些都已是过去之事，今日因为你们相助，刺客余党已全部擒获，实乃大功一件。相信若禀告帝君，帝君定会十分欣喜。你的意思是他会好好奖赏我们？我是说一齐帝会接见我们吗？我讨厌你们。星云，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小孩子嘛。啊，这几天我们都会在客舍等朋友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不可以改天再来找我们入宫？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宫复命停步，细雨，不可再往前了。你究竟怎么了？我讨厌摄日王。究竟是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累了，还是肚子饿？先回客舍再说。嗯，细雨，我们先休息休息吧。没想到大典失败了，该如何是好？听说阿贵和贵才被抓了。